迎接呢，从耶诞节到中国农历新年，这预期超过一个月的 shopping 旺季，所以华人疯狂 shopping 买来了许多战利品，需要寄回亚洲。如何选择专业可靠的物流公司，就成了一门大学问了。南加州有一间国际物流公司，他们深耕亚洲物流市场，最近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还特别推出了好康优惠，来方便客户顺利送出手中的礼物。市场上的快递公司千百间，要怎么选择正确的快递公司寄件，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。而一家好的快递公司，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掌握快速、安全及价格合理这三个要素，满足这些条件，才能够让客户安心的把货物交托给快递公司。首先，它是非常快速的，然后它是安全的，那价格又合理。那快速的话呢，一般来说应该要2到4天就能够到达。然后安全的话，要确保说这个包裹它是可以非常安全，然后没有任何损害。那同时呢，也可以去追查说，我现在的包裹是到哪里了。那价钱的话呢，也要符合每一个客人的需求来做不一样的方案的配合。强调拥有数十年的实务经验，飞鸿国际物流是由一群来自物流、国贸、报关领域的专业成员所组成，更提供到府收货取件、手机查询里程回馈，以及一对一专人咨询等贴心服务，让客户们可以寄得安心，收得放心。我们不外乎呢是有10多年的物流经验，那我们也是从我们的会员可以免费到府取件呢，然后还有加强包装防水，以及我们有一对一的业务人员来为您做任何的问题解决。我们是认为说多元化的服务才能够满足每一个客人的需求，中港台的双向进出口以及全球的快递服务呢，是我们的主要项目之一。为感谢忠实客户们踊跃支持，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，飞鸿国际物流还特别加码送大礼，推出买寄包裹送现金的活动。无论呢小至一个卡片，或者大至一台车，我们都可以有现金回馈的优惠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1月16号开始至2月15号，我们会有一个农历春节的服务优惠。坚持以客为尊的服务态度来虏获客户们的心，不满足于现况的飞鸿国际物流最近还特别在台湾增设全新客服部，提供顾客一条龙的服务，让顾客不必再担心货会寄丢，随时掌握货品动向，目标成为民众心目中物流的第一首选。东森新闻李宗尧、李宏正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